有一首歌叫做《春夏秋冬》。哎呀，伊已经无爱唱啊，因为根据资料调查，唱过六万几遍。六万几遍？你错了。啊？他才电话卡来。啊？八万八千遍。八万八千遍。是。但是，今天为着这位女性，是再多要甲《春夏秋冬》唱出来。是什么款女性？这鸟为着让咱天龙魅力，搁再唱《春夏秋冬》的什么人呢？一起来欢迎丁国林。为何你袂开悟？